天启元年，我逃离都城的那一刻便有了决定。我活下来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给宣威将军府翻案。一条漏网的鱼，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有人曾这么说过：修炼是个重在奇迹的地方，很多事情不是亲身经历，是无法想象的。 永夜将至，谁也阻挡不了。该来的就让他来吧。他为你想办法打赢，只为他不赢，想办法逃命。多远的两条线，总会有交汇之时。你永远也无法成为修行者。 确信，勇往直子活在世上，那么黑暗的影子，乃唐国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韩墨轩是我颜色的徒儿，你这根还过不去，我就要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。君子不争，为何不争？ 孤守北险，也能奈我何？这是最后的世界，也是最好的世界。我身在黑暗，心向光明。可为了杀你，我准备了十几年。 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我！我拼命想活，有错吗？